给大家更新一下小肉丸的教程，喜欢的朋友双击保留，评论扣一。我做的是糖醋口的，自己稍微改变了一下方法，感谢大家支持。首先咱们准备五花肉去掉皮，然后放入葱姜片，给它剁成肉馅儿，然后放入少许的藕片放在肉馅里面一起剁，剁成肉馅儿，然后在肉馅里面放一个鸡蛋，放一勺十三香，一勺鸡精，一勺糖，少许的盐，一勺淀粉，一勺料酒，搅拌均匀，然后给它运手做成一个个的丸子，放入锅中炸熟。准备糖醋汁，两勺白醋，两勺番茄酱，两勺白糖，然后两勺水，搅拌均匀，一勺淀粉，然后另外取锅，把糖醋汁倒在锅中烧开，放入丸子，大火收汁即可。